第八届万锦慈善高尔夫球赛8月8日在紫爵经验举办新闻发布会。与以往的七届慈善高球赛一样，本届慈善球赛除了何虎锦议员为主席外，万锦市市长薛家平为名誉主席，华人高尔夫球教练谭义明也是共同主席。今年慈善高球赛将于9月4日星期三在万锦市 Angus Glen Golf Club 举行，届时将会有近100多名高球爱好者出席这次慈善高尔夫球赛，及超过200位善长出席慈善晚宴，共襄善举，同为西乃山医院筹款。万锦慈善高球赛主席何虎锦在致辞中感谢高球慈善赛一直以来得到市长、赞助商以及社区居民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每年的万锦高球慈善赛都有一个主题，我们一直努力通过高尔夫球赛这样的一项积极、健康、高尚的运动方式，将有爱心的高球爱好者聚集在一起，为慈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Hey, 大家好，我是万锦市市员何虎锦，是今次这个高尔夫球的主席。咁啊，企喺我身边咧就我有两位好朋友，喺右手边咧就是我共同主席Tommy Tam谭毅雄教练，喺我左手边咧就是恒生地产嘅老板黄柱先生Stephen Wong。今次呢个Golf Tournament咧，我非常之开心啊，因为咧就第一，今年咧已經係第八屆啦。咁我最記得咧就是7年前咧，咁阿 Tommy 同埋我咧就一齊搞個 Golf Tournament 咧，主要咧籌錢咧係俾萬錦嗰個中山龍嘅，咁打破健力士世界大全嘅。咁之後咧咁樣，我哋每年咧，如果譬如有天災人禍啊，咁或者籌款都幫助佢哋嘅。咁之後呢幾年咧，我哋咧籌咗個錢咧就俾啲醫院啦。今年咧我哋好開心咧，就俾西乃山醫院，因為咧佢最重要咧就有個 program 咧叫做 High Priority Project， 即係話咧要需要一啲錢咧係幫一啲好緊急嘅病症嘅。咁我另外一樣嘢好開心嘅咧就係咧，我其實每年咧個 sponsor 咧都即係一年比一年多嘅。咁有啲 sponsor 咧嗱，好似阿黃老闆咁樣啦，佢過去咧都係我個 sponsor 嚟嘅，但係佢今年咧就要做我哋嘅 title sponsor， 咁喺呢度咧非常之多謝佢。咁咧另外咧，我有其他啲 sponsor 咧，譬如佢以前咧，譬如好似Hilton Hotel 咁樣，佢每年咧捐1000-2000蚊俾我，佢今年咧，佢今日都冇嚟啊，佢捐咗，佢寄咗張支票係6000蚊俾我嘅，咁話要做我哋嘅 diamond sponsor， 哇！我即係非常之多謝佢哋。咁其實咧，我哋一路以嚟咧，我哋大家做嘅嘢咧，都喺社區度咧有目共睹啦。咁我哋喺過去幫助好多慈善機構啊，有需要嘅機構咁。咁我希望咧，社區人士咧繼續支持，令到我哋呢個 Golf Tournament 咧係能夠幫到更多需要幫助嘅人。多謝各位。Hello， 大家好，我係 Tommy Tam 譚繼明，喺我隔離咧就係萬錦市嘅何虎锦議員，同埋恒生地產嘅老闆黃柱先生。咁今日我哋係一個記者招待會，就係去宣布我哋今年第八屆嘅何虎锦嘅議員嘅慈善高爾夫球賽，我哋萬錦市嘅高爾夫球賽啦。咁今年係第八年，所以好高興。咁由第一年開始咧，咁我哋就係因為要破一個世界紀錄嘅中山龍，咁我哋先至有呢個咁嘅想法去籌款嘅。咁後來咧就得到好多社區熱心嘅人士、慈善嘅人士去支持我哋啦。咁就後屘形成咗咧，由第二年開始咧到今年咧就變咗，我哋已經幫助咗好多超過十幾個社區同埋主流或者國內外嘅慈善機構㗎啦。咁都有幾十萬嘅善款㗎啦，已經。咁最緊要咧，其實咧我哋覺得我哋係屬於幸運嘅一群啦。咁唔係話一個天賜嘅，咁我哋應該將我哋嘅幸運咧亦都可以同人哋分享啦，幫助一啲有需要我哋幫助嘅人啦，咁先至係一個人生嘅精神同埋高爾夫球嘅精神嘅。咁今年當然啦，特別係多謝黃柱先生啦，我個好朋友，認識嘅二十幾年嘅啦。咁佢一路都好支持何虎锦議員嘅，咁亦都係做好多善事嘅，以我所知啊，因為我哋啲私交我哋都明白嘅。咁何議員咧就響佢未做議員之前咧，我哋已經認識㗎啦。咁佢已經係為善不甘後人嗰只㗎啦。咁我哋大家嘅意念都好相同啦。咁所以日後如果社區入邊有需要我哋幫助嘅，或者有慈善需要我哋幫助嘅，我哋一定會義不容辭嘅。多謝曬你哋嘅支持。